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位置呢在彰化的成功公园。那前一阵子我们今天有在那边做一下场刊，那发现这边哦，其实应该说，其实每个地方的街友都差不多啦。你要希望他们回来的话，能在现场，其实起码都要9点10点才会比较晚。不然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可能他们过去的朋友啦，或者是这一代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们都会来这边，也是跟他们聊天什么的。那因为我们物资人家捐的不容易哦，所以我们都希望是发给是真的需要的，也不要给像一些就是毒贩紧要的，只是因为贪的来跟着拿走。在这边睡多久了？哎，你在困了不啊？两日过。啊，你原地对人啊？我原地这样啦。我只要这样。啊，那个，我是走红十方都到后面，都到后面被人家换工作，不是暂时在这边走红十方，人家帮你煮美女。哦。我也不是不很可以。好，那个，我跟你们讲哦，我等一下哦。有一些物资哦，啊，你们有需要，你们就拿走；啊，如果你们不需要，就不要拿。来，你们来好。这个是啊，你们要不要袋子？来，接着去，你有袋要不？一个一卡袋要哩，哎。那个，这个是湿纸巾，有没有需要？有好吃纸巾嘞，好，这个卫生纸。有黄色色的鞋子没有？我们要睡在马路上的人，哎，街友的人，哎，好，来，这个是肥皂。然后那个。牙刷，有面几乎没有。指甲剪，你们看一下，指甲剪有两种，一种是小，一种是大的。嗯，你有大的你们要吗？你们要大的还是小的？对。等一下哦。好。然后那个口罩，因为现在还有些疫情，哎。这个哦，这个是蚊子很多的时候可以戴在头上的。哦，睡觉的时候，有时候现在4、5点不是还是会冷。这个是头套，哎，可以戴住头，露出一个眼睛的。我才会去哎，可以挡蚊子啦。这种设备。哎，它比较薄，比较透气。然后这个哦，这个就是你受伤可以贴药布的。哎，然后这个 OK， 这个就是面霜利达姆。这个面霜利达姆。有个，这毛巾也有。这个哦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夹链袋哦。有时候你用东西或是吃东西吃一半哦，不是放地上很脏，哎，这里把它密封起来，晚一点再吃，或是水果没有，哎，这个，不是你肥皂没有。也可以放进去。来，这个是防蚊液。哦，对，防蚊液。然后这个哈，这个是用转的，这个塑胶薄膜撕掉用转。这个摸它身体很凉哦。哎，这个还这个从台南，这个是神明哦交代的东西。哎，这个还不错，中药房做的。因为考虑到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影片，那有些东西久久我们就要再重复讲一下啊，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啊，然后对大家有什么好处之类的。其实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一块哈，虽然我们在正大金厨房工作上班，每天有很多困苦的人来吃饭，可是呢，以目前来讲，爱心厨房再怎么开也是20几间。那整个台湾这么大，一定会有人没有能力来吃，或是没听过。所以呢，我们基于这个想法，就想说，那我们就利用一些假日的时间，自己有空的时间，
然后因为我以前在食物银行上班嘛，所以我有蛮多亲朋好友对慈善这块是很有兴趣的，那他们会捐一些物资过来，那我就根据街友我们在现场所看到的状况，比如像现在这么热，蚊子一定很多，所以可能就会去募一些像防蚊液啦，或是像蚊香啊，对他们讲就很实用。那这些整个的动作，说实在的，用一个很简单的原理来讲，就是说有些人愿意捐，他愿意分享他多的东西，那我们就做一个平台，我们做一个小工一样，把它去分散给一些需要的人，说实在其实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其他复杂的事情。那至于说有时候有些人像过年，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想说有些街友可能会抽烟喝酒啦，或者做一些 不 OK 的事情，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是没有发红包这件事情，那只是后来想说过年的时候，或者是说有时候无论我们物资再怎么准备，你街友他自己所欠缺的东西一定还是有他们想要去买的，那100块200块你说他们能做多少坏事，其实也很有限，所以后来想一想只要有能力，只要有人愿意，我们还是帮他把红包发给他们。其实整个故事其实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呢大家不要去做其他想法，其实做善事很简单啦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你就走进来做好啊，不要在旁边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听得很烦。哎，真的真的，你要讲那么多，你告诉我，你像我这样做10次之后，这10次就给你正确的答案了。哦，你不要在那边讲了53的，当然我讲这不是说我在生气，而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经营网络这一块，总是会有正面跟负面。那我觉得有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人哦，只是坐在荧幕的后面讲一些风凉话什么的。其实我是懒得回应啊，只是说我觉得我们有义务，既然要经营频道这一块，我们有义务把它讲清楚。那我觉得你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想法的人，那是你的自由，那我建议你啦，你就像我这样子，好，晚上10点你就出来找街友，然后呢，你看你家里有多的泡面也好啦，或是你当场要买便当给他们也好，或是过你要包个200块红包给他们都好，你就试看看。答案呢，做这件事情的快乐跟幸福跟有趣的地方，会在他们回你的时候，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做这一块。那当然做这一块有我们该有的责任，因为物质的取得不容易，人家的爱心也不容易，所以我会比较严格，就在于说我宁可晚一点出来，我要看街友是躺在那边，而不是只是在聊天的，我确认他真的是街友，我才会把这个东西发到他身上。好，这就是这有点长，是希望大家这个耐住性子看，然后如果说有听到一些有的没有的话，也帮我们解释一下。问题就这么简单，我们就是帮忙宣导爱心厨房，因为爱心厨房确实也帮到很多人，因为肚子饿3-4个小时就肚子饿了。你想知道一个人长期肚子饿的情况下，你觉得他会去做什么事情？太危险了。所以爱心厨房确实帮到很多，而且让这个社会是可以比较稳定的。所以请大家支持爱心厨房。那你要捐物资也好，或者你要捐款也好，你目前我所看到慈善机构做到就是像生活一般，能够帮助到一般人。只要稍微困苦的人，真的是正在爱心厨房。这边我是认真讲。那我们这一块也希望你能够支持我们。那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在我们下方留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做下一步的慈善，因为我们刚在这个成功公园逛了一下哦。这边目前大概有4-5个。那刚有一个阿婆，我请她去帮我叫那个她可能也认识比较多人，可是不会等多久，没关系。那我先把车，我们暂时稍微等一下，那我们待会要去火车站那边了。火车，因为我们是佛教团体，所以我们是发素的。还有这个是毛巾。那洗脸的要不要？要吗？有在洗脸吗？好，然后那个卫生纸有需要吗？有需要吗？哎，不需要就不要拿，没关系。嘿，然后这个是湿纸巾。好。
那剪指甲的有没有需要？然后现在有疫情哦，还是有口罩，有说有些地方你没有口罩还是进不去哦。好的，对。然后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有点像那个，就是金锣啊哈、哦，哇，它凉啊，你先啊跳不要有准的哦，这是用转的，然后锁起来的。好的。然后这个刮胡刀。蚊香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头套，这个是很透气，你可以戴在头上，然后露眼睛，睡觉的时候啊，哦，这个可以用，那可以挡蚊子啦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湿的。睡袋或是毛毯，就用得到，因为我怕你们会被收走呢。你们有地方藏吗？有。我给你们一个睡袋，一个毛毯，好不好？这样看睡得会比较好一点。你们自己还是有需要买的东西的啊，没有很多啦，因为一试一试而已。啊，你们可以去找那个正德爱心厨房吃饭，因为。他一个礼拜哈、喔，有5-10餐，来这个，你们可以问人家正爱心房，离这里走路会到，就是他11:30可以去吃，跟5:30，一天有2餐蛋奶素食，啊，所以你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可以去吃，啊，礼拜六会发一些包子啊、面包之类的，好，谢谢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等一下发物资哈、哦，你有需要的就拿，不需要的就还我们就好了。OK， 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管。这是热锅还凉凉的，好不好？芒糖都没当锅。好好。啊，这种尊的哦，这不是用杯哦，嘿，来，这样能管哈。好，谢谢。来一个两瓶。好的，那来一个两瓶。好。对。然后有没有需要湿纸巾？有。湿纸巾。好。来湿纸巾。来湿纸巾，来湿纸巾，好。然后那个卫生纸，卫生纸，对对对。来卫生纸，来卫生纸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套头的蚊子哦，你要按下来捆，你可以套着，然后露个眼睛，那它蛮透气的。透肩罩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很冷，其实也用得到了。嘿，可以套住头，嘿。对对对，强到帽了。好，来这个肥皂。啊好，可以啊。你肥皂，这是肥皂。好。然后那个，嗯。来这个毛巾。啊，有空可以去正财经房吃饭了、啊。好，不要客气。对对对。对对对对，成功公园旁边，对对对。两只啊，你们自己分好不好？两个一起，来，你们两个一起分。没关系。好，你们两个分啊，因为我这样节省时间。对。然后泡面。好。对哦。来，泡面给两个。等一下哦。这个的话，对对对。这个鲜贝啊。有时候肚子饿哦，也吃不下饭哦，哎，可以吃一点这个。
因为我买的都会比较适合喜欢吃的，因为我做这个做很久了。来，这个密苏里达姆啊啊，这个受伤可以，啊，这个是贴的受伤可以贴药的 ，OK 棒，对，嗯对。来，这个药，对，简单的药，好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好好。你们一个人三罐，你们自己分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个人三罐，你们自己分，好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你们有没有需要毛毯跟睡袋？有需要吗？天气热，我怕你们有地方踩。还不用啊，还不用。哎呀，睡袋睡袋毛毯都不用。哎呀，对。好，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冬天的话，对，冬天的话可能就需要了哈。我看一下什么。对，来勾耳屎的，用得到吗？勾耳屎的，你在用吗？来勾耳屎的，防雨晒。嘿。那因为这个，我们再怎么准备哈，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们要自己去买了。好，啊，所以我们准备一点点红包，大家感觉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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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恩。好，谢谢，感恩啊，谢谢，希望帮到你们。好，其实我以前都过年才会出来，那今年我从来没有那么热出来，因为我不知道买什么，因为像你讲的。你冬天有睡袋，有什么保暖的嘛？哦，什么薄围？可是夏天我真的不知道买什么。他后来就想到说防蚊液啦，哦，然后蚊香啦，是你们比较缺的啦，还有一些卫生东西，不然那么热。哦，毛巾什么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懂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谢谢，打扰你们睡觉了，再见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今天运气很好。好，恭喜你！刚好走到那里，看到我。因为我看到你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，我是看你在拿东西，我想要那跟你聊一下。我有时候有神明在帮忙的。好啊。你是神佛祖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还有好好。要到那个八卦山，要五天吧，都要这样子。好，我的命运很可以的。好，谢谢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路上小心。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这是很多人捐的啦，也不是我一个人啊。你们都没有在正德吗？我们都在正德，而是利用下班的时间自己来做啦。他们联络有时候有活动的时候就出来了。哦，也是类似啦，对对对。中秋节也出来吗？没有了啦，哎，谢谢谢谢啊，我们每个城市都会轮流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好。希望有帮到你们啦。有一些这个政府的那个嘛，好，谢谢谢谢，你很会讲话哎。不是，这个是发自内心啦。不是，这个本来是我们的心得。对，我们做人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不会不会。你辛苦了哈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好。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做人。好。我们人会这样流浪就是命运啦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边大概发了一部分啦，因为讲真的，有一些跟我们第一次来长滩的状况还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可能有些人也不知道躲到哪里睡了。刚刚有个很妙的感觉，就是其实哈，这个就是，各位你去想，你有时候很多事情的答案不会在你思考或是文字里面，有时候在那个当下你在做，你才会有感觉。你们要是有看真正看面，刚刚其实来的那一群，他们都年纪蛮大的。那你一个一个发，当你当发卫生纸啦、啊、毛巾啊、指甲剪啊、勾耳屎啊，一直发一直发，发到他的内心里面去。因为我在想，很多人也许做这一块，可能带他们吃，给他们红包，给他们便当。可是我自认为能够像我们准备那么细的真的很少。然后一步一步发到他手上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就变。所以你刚认真看有一幕，他们就是一起鞠躬道谢这样，然后会讲一些他们也很内心的话，你就觉得说，不是说我们为了这个东西而做，是说，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那个，我们虽然彼此不认识，可是在这个十几分钟的互动里面呢，
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感谢。那我们这些物资真的可以让他们解决他们这一阵子的问题。那我觉得做了这个工，这不能说工作，做这样的行为，这样长期下来就是一个，我常常讲啊，最多我只能说它是个人道精神，一个很基本的，也没有什么伟大不伟大，可是你会觉得很爽。大概就这样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